OK， 没伤害了，拜拜。今年啊，结果受伤的是我，不要啊，我没了，来怪啊！看我卡住了，大笑。不是可以唱歌吗？反正就爱人啊，我宁愿就爱就爱。好，唱完了，因为我现在去忘记了。叔叔 Twitch 的账号叫什么？叫瑞瑞超人。等一下哦。好，过去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干嘛？你想推我？走边边。不跟你推。别走呀！你头破了。哎，点你一下啊！一二三，这里，嘿嘿 ，nice， 这个娘娘，再去吃吃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吃，吃我的一技，给他们一点压力。我靠，这他妈大绝丢在我身上。哎，搞来这里的话就有机会哦，我可以拉一下，开大绝，往后拉，然后再往前 ，OK， 看一下一技能，管他，管谁都可以，往前打，没有红，没有红，好，没办法，拉掉，我们不要让那只凡恩过那么爽，凡恩前期很强嘛，对不对？不要让他过太爽就好了，你就有事没事就开个大绝就好。艾琳就是你不用省你的渣，你不爽你就把你的大绝丢，看他不爽就丢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帮他一下？有没有人帮我一下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有没有人？好，里面有一只，好，里面有一只。OK， 结果好，里面那一只刚刚躲在这边，啥都不动。现在四分钟，我想要灌下路，因为可以拆塔。哎，这个下路我们的人，把压力给到，不会输。有人说爱我，真假的？用留言我看不到，可能要用抖内的我才看得到。OK， 没伤害了，拜拜。今年啊，结果受伤的是我，不要啊，我没了，来怪。他这个炸的那一瞬间是很美好，但是时间的配合不是很好，但没关系。我们还有机会，我们不急，我们就慢慢丢他就好了。我们迟早会飞起来，不用急，这种时候就不用急，有点小腻，对不对？慢慢的，不用急。怎样？这里，我刚刚这个进草丛的位置好像被看到，就是残留的视野，他会再来一次，他会再来一次。嘿嘿。调皮哦，你们被我喊到喽！混蛋，不要不要是我啊！靠杯，怎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我输出灌烂呢、欸！哦，有人在上路开战是不是？你有这么滑？真是，我有狙魂哦！来，整个线。然后我要压上，还有一波，等一下先集中。让我们看，我们要放下，这里直接拿了啦，没有再跟你拿下啦。我们要顺着这一个来拿。碰死你！呼，然后杀我啊？没有。哎，这把就跳扛了。我刚以为那边有兵诶、欸，直接吃了，直接吃了，上路一坨人哦、喔。哎、欸，真土特，快点的，快点。哎呦，
往前刚会出蹦，是很想杀我，很快哦，我是打不赢他的，他有点太硬了，我们出这个。学长，你可以帮我买午餐吗？谢谢宝宝，哄睡现在睡不着了。等我一下。应该狙了吧？好哦。好哦。上路露一颗人头，有点欠打。后滚后面的，哈哈哈，我就知道。哎，他走错了，他死了。他这个就是一脸后面有人，知道吗？人在他的后面，要怎么调试心态？刚刚自好，佛伦要进场，我们拉一下。不用急。来一点压力。哎，看我卡住了，大笑。刚我砍在那个墙上了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你没有看到我刚掉在那个墙上吗？我刚不能动哎、欸。拜拜。嗯。就就就就就就就。连跪十九场要怎么调试心态？我觉得玩游戏就是一个，它是一种竞技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先去做一件你觉得你自己有把握，就是去做一件你自己觉得你现在有把握，你绝对可以做得好的事情。比如说像鼠鼠的话呢，可能就是应该就是跟李知恩，就是 IU 跟他说一句晚安吧，应该是这样，差不多应该是这样，就是跟可能就是。我觉得我有把握，我可以谈到一个不错的感情。那我就是打给、IU 说，其实我在意你。大概是这样，就是你可以做那种你有把握的事情。大概啦，我只是讲个大概，你们不一定要学我，因为 有一些东西你们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一样。中路输出要玩多少才合格？输出要灌在对的人的身上才是合格，你输出灌在前排没有什么意义。就像刚刚，如果我的输出是一直灌在那只煞女的身上，那没有意义。我要灌在后排，灌在后排才有意义。现在已经十二点了，大家是不是该睡了？我们准备结束了，好不好？